导演麦家秀。MC 麦家秀。导演麦家秀。MC 麦家秀。有机会来了！导演麦家秀。MC 麦家秀。哎呀，太大翻墙了！导演麦家秀。三点八，光机米飞恩。书呆油 MC 买家秀。都说韩柳兰溪姑索马，姑索马，韩柳兰溪，姑索马。我们不是说韩柳兰溪，韩柳兰溪，姑索马。对，面对疾风吧，阿萨克，后里亚克冲。挑战者在起点处拍剑出发，穿越障碍拿到安慕希益生菌酸奶，并在开盒装置闭盒前通过障碍返回起点，最终挑战距离最远的两位成员获胜。这个门会一点点关上。懂了懂了。大家可以选择要把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放在哪个位置，不同的刻度指的是你从起点出发的距离。导演组测试的情况是最远的是34米，女生也可以。可以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的开盒装置完毕有两种标准，男生是18秒的时间，女生是25秒。18秒真的能行吗？我没有障碍，我估计18秒跑个来回都够呛。可还没到。拿我们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是只拿奶就行，不用拿那个玩偶吧？是的。OK， 安慕希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，减蔗糖更轻盈，添加了10亿超活 LGD 益生菌，无惧胃酸挑战，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。安慕希奔跑吧雪糕，用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解锁夏天新吃法，安慕希冻着吃，健康更美味，冰爽新体验，欢迎大家享用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和 MC 一起健康奔跑，展现更有魅力的自己。大家充分热身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挑战。谁先来？雨琦，你听我这个，你这个慢。慢，对，我觉得你就顶头。深深挑战吗？31，加油，深深！你可以先来一次。周深第一次挑战31米。在哪里啊？安慕希，没过去。你其实那没当，你就过去了。但我应该往这儿走。对，应该往这儿走。是有点累啊。下一位选手，我要挑战。30，加油，晨晨。Give me five。开。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。请准备。去了，奶呢？奶呢？奶还没放呢。一
PD， PD， 没有奶，干嘛呢？笑死了！没有奶，试一次，试一次，试一次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，我发现了。我跟你说，姚 P 的素材全靠你了。再来一次。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，请准备。加油！哎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！好，往那儿，快快快快快！不准在这吹，完了！不准在这吹，去哪儿？哇，哥，哥，哥，哇，哥，哥，哎哎哎！后悔到底，我觉得那下没必要硬挤进去，何必呢？好累。顶格是多少？34。34。来吧，沙哥，上一下。34。26吧。说一个最近的吧。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得来啊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下个。你不怕沙哥，沙哥，你不怕沙哥，沙哥，小姐小姐沙哥小加油，小姐小姐沙哥小加油，小加油，沙哥，沙哥，哦哦，好心酸。你怎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跌跌撞撞很想你，想你。放心放。沙哥，你26，都这么辛苦吗？这么辛苦。哥，有人在后面踹你是吧？谁踹了沙哥一脚？雨琦，雨琦，35。雨琦，32吧。35，你要个35。不是40，40，神经病！哎，55吧，雨琦，别55吧，雨琦，65，65，不要保留实力，78，直接100，神经病！站站，你到大莲花跑了。三十几？32，32吧。雨琦挑战，请准备，加油！这就32了？完了，这压力大了，这要过了，后面的人不好整啊。好紧张啊！耶，好快！哎呀，这有点耽误时间了。冲啊冲！啊冲！加油，你完全可以的。走那边，走那边，快快回来，快点！右边，右边。对，走这边。快快快快！这是30几啊？32，我感觉34都绰绰有余。你就该跑去大莲花，再跑回小莲花。25秒还是比较长的啊。25秒，我觉得你可以拿前二。我也觉得可以。但32对男生来说几乎没有可能。去吧，凯哥。那我只能32.5了，是吗？可以啊。大家都不知道我卡哪儿了，好卡，太难了，好恐怖啊这个游戏。哇，他已经很快，
我觉得我挑战不了三十米，这好快啊！我觉得挑战不了三十米。你玩不出，你玩不出结果，你得玩一个效果吧。三十四。咱你三十四啊？啊，你三十四。我要试一下。试吧，拼一下。你拼一下，拼一下。炙热的眼神。人生能有几回搏？装起来了啊！飘起来了，他装起飞了，已经。糟糕，被你装住了，被我装到了吧？太猛了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看啥？哇，晨哥，好厉害，晨哥！王鹤棣，你行不行啊？王鹤棣，在 NBA 多少秒拿了18分的人，34米都跑拿不了吗？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来吧，来吧，三四，原来你给到我。那如果等一下就234，那你就必须要填34，34.5。跳这个太重要了。对。这个吧，你必须得不降速度的跳才行啊！这个不降速度。加油！压力拉闷了。冲啊！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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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！游泳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快，快，快！好了，好了，他抓那儿抓了两下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关门了。哎，差一点儿，你就中间弟弟没第一下没抓着，对你第一下没抓着，对，损失了起码一秒多。哎，缓口气，缓口气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可以，来个女孩吧，34。怎么让她装上了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绝望给的勇气，没准就成了呢。有可能，女生这个确实慢，你知道吗？加油加油！哎呦呦，好，没浪费时间，还好还好。加油！哦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哇，有机会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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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个子小也占优势。雨琦，你必须再挑战了，要不就第三了。
这还有距离往上的空间吗？没了吧。如果你们想要挑战34.5是可以的，我们就按照50公分、50公分往后放啊。那可以，34.5，你只能35.5了。能行吗？试一下。能行，要不然你没意义啊。真的有点难，这一秒钟都不能浪费。试试吧。张真源挑战34.5米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算的时间好，他第一个跳了一下，对，他第一个跑过去的。算的时间特别棒，是我卡的那个点。哇，这个游戏现在该怎么玩呢？没想到吧，跑道做短了吧？怎么办呢？好难啊！怎么办呢？咱们这样，咱们先去玩第二轮游戏，你们再挖宽50米，然后咱们再回来。现在34米没用了。34.5，这还有人要来吗？36，白鹿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会跑着跑着，我下次在这儿给你们拿的奶吧？这可怕了。内卷。点5吧。好。35.5，来吧。好，再见。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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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。加油，你完全可以的！加油，你完全可以的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冲冲冲冲冲！加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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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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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36了吗？要不你设置个4名，前4名得了。这前2名有点太少了，太卷了，太卷了。好，我想试试35.5。行。哇，这样拉吗？不给人活路是不是？35.5。都学会了，都学会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速度，速度，机会，速度，速度，起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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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摔了一下，速度，速度，起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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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！周深。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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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
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小心小心。哇，你在哪里？生哥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消失在那个里面？你以为是我想消失？人被吞食了，血流在外头。凯哥来了，加油！耶、yeah ！凯哥挑战36。多少？36。你只能挑战36了。我给你举着吧，好拿一点，我怕你掉下去。36米。嗯。蓝左，给我一个副职位干行吗？哎，你去帮忙清理那个海绵球。把你的衣服给我，把你的衣服给我。升官都成裁判了，显眼包。把那个泡沫包包再往这放一点，尝尝，谢谢。范丞丞，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忠实粉。小猎豹，哎，他的枪也好痛，好痛！小猎豹，小猎豹，杨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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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凯哥，凯哥，凯哥在哪？凯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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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也卡在了上回那个地方？差不多。前面特别好，真的，前面巨顺。36，就差我了，36就行。雨琦还来一次？对啊。不然我就第4名了。风一样的女子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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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慢，快回来！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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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轻松，好轻松，37都可以。又卷起来了，又卷起来了，去吧，真源。36.5米，哪有点五啊？点五就得出去了，大概在这，36.5，这太远了，我给你拿着，行吗？好。真源多少？真源挑战多少？36.5米。36.5是什么？你一定要把第二名拉到36。真源，你不愧是真源呐！给口饭吃，真源，给口饭吃。我帮你拿摄影。你得拿这个吧。笑一个。你别掉下来啊！好。张震源准备，算了。没上去，没上去。哎呀！太远了，差一点儿，努力点儿。
错，够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根源。太卷了！我来了啊！不吧，你拼一下，拼一下。王克弟，你跟我是同类型的艺人，你接受吧。别卷了吧，就这样吧。为了证明一下，也要跟范丞丞刚一把。跟我刚一把有什么可跟我刚的？我一米都没有的人。你多少成绩？零。别笑话。我来吧，就这一次了，反正。去吧，36。36米真的没有这个距离，只能有人形。你只能在那儿举着了。安慕希脱台。尽快集齐3张包含自己的卡牌，即可在最终环节开展秘密行动。所以这是我要第一个完成的。哇，好聪明！快快回来！有戏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同类型的艺人了，好，他要挑战37米了啊！不，我不行，我放弃挑战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啊，这贴着什么？贴着，这是电视剧。上面有歌名儿，时间煮雨。接下来的这张任务就和影视音乐相关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成员们，听匈牙利朋友哼唱中文影视歌曲。我们邀请了3位匈牙利当地的朋友，戴上耳机来哼唱一些影视剧歌曲。如果你觉得你猜出来，就到我这里确认，正确了就可以到下面的座位区，找到对应的歌曲名和影视剧名，回到我这里就可以得分。又要说歌名，又得说剧名，我是啥也听不出来。然后我们根据所有成员的完成情况，得分最高的一组就可以在这个环节获得查验其他成员名牌的权利。哦，凯哥，你不跟我们说了吗？对啊。你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啊！我撕他名牌是吧？我下一轮再说吧。我的分析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的规则是验了一个人，同组的另一个人就不能再验了嘛。我怀疑可能是两个辣椒这种组合加在一起才是爆辣，因为如果是单辣。某一个人是辣7的话，一点如果一旦点中，就游戏就结束了，剩下的就变成垃圾时间。所以，刚刚我验的陈妍霏，宋妍霏，刚刚我验的陈妍霏，宋妍霏，再见，我先到这里了，再见。垮掉了，你整个，你前面的高光发现怎么给你用？自己说。就准备了一天的包袱，就是为了这一段，是吧？对不起，麻辣鸡丝，麻辣鸡丝，麻辣麻婆豆腐，攒足了所有的气场，垮掉了。苏妍霏是辣5，很高。那应该是第2。辣5很高了，就是如果说老沙再是一个辣几。垃圾，垃圾，这有点欺负人了。你怎么回事？再是某一个垃圾的话，他俩相加就很高了。
他不能再被验了，关键是。大家都清楚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一项任务。有请三位匈牙利的朋友出场。Sziasztok, én Angie vagyok, látványtervező. Angi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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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gie, de jó, hogy miért jó Angie. Az én nevem Dudus, koreográfus vagyok, rendezőasszisztens, és mint itt a Keep Running-ban produkciós asszisztens. Wow. Sziasztok, az én nevem Erik, én focista vagyok, és szobatos. Oh. 感觉就是有足球运动员的感觉。Nice to meet you, nice to meet you. 欢迎三位的到来。直接来吧，直接来吧，你先出战吧，你给我们打个样。请大家先戴上你们的手环。每一道题目将会有三组正确答案。第一名可以得三分，第二名得一分，第三名不得分。但最后一题，第一名可以得四分。好。好像在哪儿听过。第一轮请出歌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啊啊啊啊神跳侠不对，对对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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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哈哈正确，哈炫美和是有爱，炫美和是有爱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新白娘子传奇，新白娘子传奇，新白娘子传奇。炫美何时有爱？你这太明显了吧！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他唱的真的很好了。正确，走走走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完了，他拿走一个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拿走一个了。走走走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找找找，新娘子一个。既要找到剧名，也要找到歌名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他俩找得快，他俩。鞋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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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，周深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哎呀妈！我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圈？凯哥还没找着呢。凯哥第一个踩出来的。没有千年等一回了，凯哥已经没分了，回来吧。咚咚咚咚咚是什么东西？咚咚咚当，咚咚咚当。对对对，哈哈哈哈。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哈哈。唱得好。第一题，周深白鹿得三分，陈乔恩陈哥得一分。第二题，请听歌。啊！那每首歌的前面都很像。
我们有品我这是小曲吗？这歌我估计本来就没听过。好，继续唱。想听多久？我感觉正确。正确。走走走，啥戏啊？那这是什么剧啊？笑霄秘史。什么雍正王朝？雍正王朝。耶耶耶耶耶嘟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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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白鹿，不对，不对吗？我的妈呀！白鹿，不对，不对吗？不对吗？不对，不对吗？那这是什么剧？雍正王朝。凯哥，你也不对啊，你也不对，不对吗？剧名不对啊，不对吗？不是这个吗？是不是《笑庄秘史》？解齿童牙纪晓岚。喝酒。不对。是不是《笑庄秘史》？天下人笑话，让后世人唾骂，简直糊涂。不对。正确。正确。咋了？正确。歌名是《上天再借五百年》，剧名是《康熙王朝》。正确。快冲快冲快冲！正确。天哪，这是《康熙王朝》的歌，我才知道是这首歌。怎么还有雍正王朝啊？刚才率先找到正确答案的也是周深白鹿，凯哥还是没有找到啊。人一到正式的，你说你就找不着，找两只眼睛，你说这？你带着你的伙伴上啊。好，这里我们一起。请出歌。印度歌吗？这怎么弄清楚了？正确。这上面有歌名儿。哎，姐。哎，新年便利贴，新年便利贴，这首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不会说这是咱俩的强项啊。请出歌。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，新年便利贴，正确。加油，陈心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啊，
正确。等到消失的蒸发心底，下一天是允许新的 day， 你要天天存在心。那天那是你的心，那是你的，那是你的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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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确。正确。他没跑吗？你在这干嘛呀？ Shirley 在听歌。你没听过？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。听过。就这个呀。是这个歌。等不到消失的蒸发心底，下一天是新的。是这个歌。这位老师唱的明显的比较难认一些。这一首歌的歌名是《心愿便利贴》，剧名是陈乔恩主演的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。凯哥，你要加油了！作为中华小曲库，雪莉加油哦！最后一题啊，请听歌。噔噔噔噔。我自己的太太厉害了吧？正确，正确。啊，这个知道了，他名字了。天边有朵。我停下来了。正确。太厉害了吧？啥呀？啥名？啥名？啥呀？是你不知道？哎呦喂！那你必须，你必须找着。你要不找着，我要不找着，可能有舆情。有舆情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老师演唱的电影《芳华》的插曲《绒花》，但对于更多老一辈的观众来说，这首歌是作为电影《小花》的插曲而被熟知，由李谷一老师演唱。这还找呢？这两组什么戏？芳华，芳华。来了，芳华。哎，你们是要找什么电影名啊？找那首歌。没有，不是你不是有三个吗？是呀，每一个答案都有三组。郑恺拿着一组。在哪里？走了，没有了，我拿了两个。花花花，他们拿了俩，他们拿俩，他们拿俩，还有一张呢，快去找，快去找。没有啊，这怎么没有啊？不对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拿了两个剧名，我们拿了两个歌名，我们拿了两个歌名，谁也别有。真的没有，怎么了？继续找，你找啊，找啊，你找啊，找啊，你找啊，找啊，你找啊，你拿俩，他们也拿俩。走走走，都拿走啊，你找。啊！你们先拿的绒花，你也没看见，你也没看见，谁也别说，咱们只能说是臭味相投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
这一轮两组都不得分，只有凯哥得四分。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白鹿周深得七分。哇，太棒了。接下来请其余的三组成员出战。换歌了，换歌了，你们敢信吗？换，哇，当然要换歌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信心期待着明天。他不就叫这一个名吗？别看了，哥，你看了你也不会。第二组挑战，请准备，请听第一首歌。正确，小美满，热浪滚烫，正确。哎呀，那个那个，范丞丞，范丞丞，只看自己的电影是不是？同档期的对手就这么不摆在眼里吗？热浪滚烫，你这么提醒的，我要参加拳击比赛。你参加比赛要经过技术考核，就你那水平一两年都够呛。反正你也是替补，不行了随时结束。不结束。热辣滚烫，正确。范丞丞，别人的电影连看都不看，是不是？眼神不太好。给他亮一下。正确。李云，快点，加油。正确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这个挺帅的啊，比心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也不怪他，那段时间范丞丞也忙着跑站呢，在忙着维持人生。恭喜率先找到的是沙哥组，第二是雨琦和真源。这首歌名叫《小美满》，是周深演唱的，是电影《热辣滚烫》的主题曲。接下来是你们的第二首歌，请听歌。拿什么出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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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哎呀，好熟悉！是快歌，是快歌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晚餐！晚餐！哈哈！晚餐！哈哈！晚餐！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加油啊，你挣钱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猜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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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什么是快乐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是这样吗？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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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我队友的。啊、oh, ，OK。哎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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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啥呀？那啥？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是这个吗？歌叫啥呀？我就想着你。不对，应该不是。What time？ 是这歌名吗？我不确定。你看看。是这个吗？哎、正确。他们找到了，歌是啥？歌名呢？歌呢？不会叫无法原谅吧？不会叫无法原谅吧？确定？回答无法原谅是不是？无法原谅，你知不知道这什么歌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挺无法原谅的。是这歌名吗？我不确定。
是这个吗？正确。这首歌叫《阳光男孩》《阳光女孩》，是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的主题曲。无法原谅是什么歌啊？你无法原谅杨紫吗？无法原谅是什么？那要怎样怎样哟？要怎样要怎样怎样？所以只有这样，我用这样自己那样的心碎，没人能笑在呀。回家的诱惑，是不是？张佩阳，你好厉害！接下来是你们的最后一题了啊！加油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最后一题，请听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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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确。什么？那狗片正玻璃多耶。正确。这什么？什么呀？哎呀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这什么？请听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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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在线提交的吗？正确。你叫奥特曼，你叫奥特曼。划过天边，谁的声音穿梭沦为茧？准备好了。新的风暴已出现。肌肉记忆了。在这时空，接着转你，我会来到你身边，微笑面对危险，我想挑战不会遥远。直接在线提交的吗？奇迹一定会出现。宝塔撕名牌，每个社团派出两名成员出战，进行30秒攻守交替撕名牌，若30秒内进攻方没有撕掉防守方的名牌，则攻守转换；若30秒内防守方有成员被撕，则该名成员 out。同时，防守方的下一名成员立即补位入场，且攻防转换。当某个社团剩余成员不足两人时，另一方社团胜出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也未必有你们想的那么激烈，因为在这个上面你想激烈其实挺难的。嘿，完了，我怎么下来呀？滑下来安全。啊！我的天哪！这个好滑呀！这还要撕名牌，这怎么撕啊？两队也各派一位成员来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行进攻。来，我跟石头剪布去，谁先进攻你就跟他进攻。气死他！快出什么？我出石头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一把输了。输了啊！不太诚实。我们先防守好一点，我们先防守吧。先防守。体育社率先出战的是白鹿和周深，文艺社率先出战的是张真源和西林奈高。30秒计时开始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。台铃长续航电动车，奔跑吧官方指定电动车。上 Z 世界部落参加奔跑吧探班团，部落独家R扇等你赢。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 Z 世界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
体育社率先出战的是白鹿和周深，文艺社率先出战的是张真源和西林娜依高。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快跑快跑，不着急不着急，三十秒的，不用特别着急啊，真源，不用特别着急。好灵活啊，你怎么像个竞技的巨人，走开。来吧生哥，绕他绕他绕他，死他死他死他，注意时间啊，你们两个在迂回什么。哎呀我是进攻方，森哥，他不能死，他是防守。对啊，你不能死啊！我是跑的。双方攻守转换，请设补位成员入场。补位 ，Ricky， 快跑快跑快跑！他帮我切一下，帮我切一下。张元，只要你防住就行啊，你防住就行。耶！耶！劲儿大，哇！哇！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坚持住 ，Ricky 跑，转换，转换，文社进攻，绿色防守。死死死死死死死！你不可以这样吗？好残忍！太强了，我的！ Yeah. 我的妈呀！但这四名牌，我觉得越来越厉害。请体育社五位攻守转换，黑队进攻，白队防守。快跑啊快跑啊快跑快跑，你俩防住防住就行。白鹿上来了，白鹿上来了，二打一，撕张真源，要不然完不了。张真源，程程去帮鹿鹿，防住防住，诺大时代少年团，张真源，哎呦我哎呦我！你听，我你留，保存实力，保存实力。没时间了，你可以过去准备撕他了，准备撕白鹿，准备撕白鹿。攻守转换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快跑！快跑！抹脸了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刚哥再活一局，哥镜头没要够呢，过来，四百路，四百路，四百路，谢谢你，谢谢 ，Let's go， 白鹿坚持。太强了，这俩就不用下来了。我们不用上了，不用上了。我估计等会儿你俩得上，你晨哥上来了。晨哥，顶住晨哥，你们就是胜利者。哎，等一下，黑队进攻，白队防守，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哎呀，翻成长，您哪波的？
不要锁定。哎呀，哎呀，樊程程，你哪波的？我要逃跑。好的，快跑，快跑！我滑。哎呦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，小心，老屁股。腰没事吧？泥鳅，抓住他！快点！真元进攻，进攻！攻防转换，白队进攻 ，K 队防守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进攻，真元！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杰哥，你太大了！快进攻啊！加油！这就是绝对的压制吗？西林，西林，四球过，四球过，四球过来过来，四球过！啊，小心，滑下来，滑下来！快刺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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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刺他！四球过，快刺他！球过，球过，后面啊！四球过！范强征，快点！西林快跑，西林快跑，快跑！啊啊！我啊，三个人已经无力了。张真源 out。我上个男生吧，我们俩女生我肯定弄不过他。定下来，你先来。白队进攻，黑队防守。思晨哥，思晨哥。四成哥，四成哥，司礼成，司礼成，你们俩司礼成，就司成哥，快点，站好，斯坦，斯坦，别推我们孩，推人，红牌，狙击，红牌，狙击，狙击，啊，好无力啊，怎么办？你过来，走，你们怎么一点进攻的感觉都没有？转换，跑啊！快跑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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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四，张浩 out。你好惨！当你防守的时候，你是个防守；当你进攻的时候，你还是像防守的。凯凯，你把李晨撕了行不行？交给你了啊！我凯哥，凯哥抓住，凯哥抓住他，程程快跑！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你心里帮帮帮帮他，帮他，我们买，帮他，帮他，我们买。来，来。死了！
我上。沙哥，哎妈！沙哥，沙哥，他跑不动，他跑不动，你躲着他就行了。沙哥像个导弹一样。哎，晨晨，哎，晨晨，哎，晨晨，呜，好可怕。沙哥，你好可怕！沙哥，沙哥，小雨哥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！段小薇，你走，你走！他追不上你，他追不上你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！反思，司长，快快快！快来，机会！沙哥，挺住！给撕到那个头，攻守转换，来队进攻，黑队防守。撕了撕了撕了！快跑快跑快跑！快跑快跑！沙哥，沙哥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沙哥，快跑快跑！弄他！我去！跑跑跑跑跑！西林死了死了死了！走你，一二三，走！好聪明哎，好聪明哎！好，可以，先撕高高！怎么又变了？攻守转换，黑队进攻，白队防守。小薇撕他撕他！来了。你撕你撕！哇，你西林，他在坚持，撕到那个名牌的头，坚持住，西林，坚持，跑吧，跑跑跑，攻守转换，杀他，撕他撕他，杀他，杀他，我杀他杀他，撕撕撕。西林，看见没有？我北京大妞就是这样的。西林，啊！这才是司令官，这才是跑男。转换，你们没人了，我们还一个人。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下结果，因为体育社不足以在场上有两位成员进行对战，所以稳爆双黑柳山蓝西姑说马，稳爆双憨柳山西姑说马，稳爆双憨憨柳山西憨柳兰心。三柳兰溪，三柳兰溪，姑说马，姑说马，三柳兰溪，姑说马。稳波说三柳兰溪，姑说马，姑说马。对，稳波说三柳，三柳兰溪，姑说马，姑说马。有会壮语的朋友吗？您会壮语吗？壮语有人会吗？您会壮语吗？可以，是吧？好，稳波说三柳兰溪，姑说马。哦，稳波说，稳波说，憨柳三什么？山西，三刘三姐，壮族人民，他们三姐称为什么？这么难的题目，那称为什么？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一下。刘三姐，这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吗？壮族人把刘三姐称为什么？有人知道答案吗？歌仙，哎，唱歌的仙。找老师对，找老师，找老师对。歌仙，老师，我们知道了。
歌仙。没错，答对了。第二题啊，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行。德宝大道。德宝。德宝。大道。大道。大道。大。大道。德宝大道。大道。光地。光地。勇马丁行。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行。德宝。大道。大道。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行。德宝。勇马丁行。德宝。咱还去问那个人吧。还去问那个人。德宝。好，广西勇马丁行。哦哦，广西的男女青年用什么来定情？这个你们知道吗？绣球。绣球。啊，对，绣球。他们俩是百事百事百事通啊！三二一，绣球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OK。好，第三题啊，更广东。更广东。更广。更广东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 ，Let's go， 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。老师，再问一个，好，更广东，米杜马来，米杜马来。哦，广东，铜鼓上有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最多？啊，铜鼓有什么动物最多？青蛙，青蛙，青蛙，青蛙。OK， 人民的力量 ，Run， 青蛙。好，赌钩，赌钩，赌钩。下一题，鸭的肉英雄，英雄。啊，没了。鸭的肉。Hello. OK, go. 英雄，拉丁佬，拉丁佬，我们可以玩。拉丁佬，心情。我们可以玩。拉丁佬，心情。拉丁佬，拉丁佬，心情。老师再问你个。挺累的。拉丁佬，拉丁佬，英雄，心情。拉丁佬。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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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找一个什么东西？拉什么？拉丁佬不是地。我觉得一个一个的来。你先说着，我再听。老师，您再说一遍呗。拉丁佬。拉。拉。拉丁佬。拉丁佬。姓佬。姓佬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后面两个。后面两个。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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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？哦，英雄英雄，拉的柳英雄，猜猜，就是找石榴合影，拍照啊，这个意思。找石榴拍照，找石榴拍照。啊，这里有石榴吗？找石榴合照。哦，你就说完了。找石榴合影。展厅里。展厅哪有石榴啊？石榴。石榴？不是吧，这么多展厅，哪有石榴啊？这不都是和谐乐章，这块也没石榴啊。石榴？啊，那哪里啊？那中间大石榴。老师，拉丁佬。英雄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对对，导演，打完了，哇，是不是假的？全打完了，对。天哪，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？今天太厉害了。导师，白鹿的壮语这个怎么读？不不啊，鹿不鹿鹿不鹿不鹿不鹿，我呢？反省省。反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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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啊。反省省，伯路，你还敢偷笑我？伯路，恭喜你们答对了所有的题目，可以补充十件货品。那为什么我们测试了啊？开始了，25秒关门，32米挑战，开始。
很 easy 啊，轻轻松松。你现在是刚几秒？25秒关门。怎么这么简单？好，不简单呐。来，让我考一下，25秒，34米。嗯。好死！怎么找不着了？你在做效果吗？来上面拿出去看一下，整个埋进去了。出去了，挺帅的，帅的。我想试一下我的歌。25:32，好，萝卜，准备，开始。有机会，感觉可以跑，很厉害。刘三爷他双向都是双跳，对。他跑的比咱俩还快一点嘛？对。然后关门时间再缩一点，可能如果我们这个25秒34米能拿到的话，关门时间就得缩，嗯，是吧？是的。再来个18，好吧？好，两个不服输的人。18才可以。这个游戏感觉也是让男生玩，可以一直玩下去。OK， 准备好了，我们先来试一下啊。OK，Go。情深你要懂，你让我那是真真。哥，刚才谁的问号？不是，他唱的是好的，他前一句歌词都没有错，唱的歌词都是对的。心上有朵玫瑰花。我满意的舞，你有主，爱着你的舞。
belőle, de viccesnek szerintem nagyon vicces volt, és ha valamennyire felismerhető, akkor nyertük. Hát a testvérem. Nem, mindenki tökülő. Más stílus. Mindenképpen érdekel, ez új nekem, viszont azért a foci miatt tudtam több ezer ember előtt játszani, úgyhogy annyira azért nem izgulok. De hát én csodálatos emberekkel vagyok körbevéve, és a csapatvezetőm ezt így megoldja. Most ez alatt a játék alatt, utána pedig visszaállok a többivel. 对，他刚才有个细节特别有趣，他不是在那个台子上去试歌嘛，下来的时候可能把台子的这个边上一个装饰踩坏了，他就下来先自己在 复原这个道具，就是他时刻保持自己是一个工作人员的这种状态，就特别好玩。然后昨天他也在现场，我们说我们昨天能不能帮我们测一下歌，他说不行，今天我是个工作人员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完，所以他还是很有专业性的。今天不穿，马上在跳。你们热身一下，来开始吧，拉伸一下，拉伸。 来吧，30秒攻守交替啊！他跑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举身二踩。 强哥，你们是不是现在是因为太滑了，现在有点不太敢动啊？的确比今天到处都是滑。哇，太滑了！行。好了，开始。<笑><笑>
完全不成吗？感觉就是现在这个袜子，我觉得很 OK 了，就别只比它薄，不要比它厚，就这样吧。越薄它越滑，比再薄就跟光脚丫子没什么区别了。那安全的吧，安全的吧，安全的厚。那空间就这样了。行，开会开到十一点啊，然后今天又要被拉起来，就是十点半就要出发，以及有些人可能要化妆，要多半个小时起床。化妆啊，小宅，你今天这个头发抓的差点意思。只有宅哥粉丝。我要发通知，照顾一下大家的健康和形象。我们以为宅哥今天会多么精心打扮一番，昨天我跟大黄已经在预测了，结果发现被你们让你们失望了，是不是？宅哥眼睛很帅了，好帅。摇出来，直接带到李晨的下车，就把李晨这个人就亮了。这个是谁发的？不是，不是，跳过的。藏在两边，就是第一个镜头李晨那样走，后面就跟着都出来。进来一点，进来。这个景还是得摆得满一点。这要加两个灯，把这一块区域要打。有提高了，再提高了，好吧？来了，新生的山竹，三二一，上链接。顺势，哔哔，喇叭响了，他们起身过来搬货，搬回去，跟司机拜拜就走了。对，就这两个东西是后补的。对。我白鹿还是坐在那个位置，我车哔哔一下，我先接白鹿的车位。白鹿说：“范振车到了，这样子我先白鹿亮下，然后范振在里面把头探出来，范振亮下，哎，车到了，走了，我过去拿东西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后面都不用改，可以吗？”可以啊，可以，问题，那你就先他亮也可以啊，啊。游戏进来的时候可以威震先过来，站远处这样接他们走进来站点。对啊，青野冰心你们好，你们的捕获任务就是民歌接唱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首先你们要接唱的第一首歌是山歌好比春江水。唱山歌嘞，这边唱来那边喝。谁你哪个阿姨跪下？这个阿姨，这个是啊，来那个阿姨，山歌好比春江水嘞。再往下试试，下面一句歌词快唱出来。拜拜。等一下，小姐，你会不会唱那个山歌好比春江水？等一下，大尴尬。姐姐，你会不会唱那个山歌好比春江水啊？哦，来，山歌好比春江水嘞。大半仙难哟。哇 ，OK， 成功一首了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我你会不会唱《浏阳河》？会唱，会唱，要不他拌嘴唱。再见，阿姨。大哥，你会不会唱？外地的不会唱，我们也是外地的，不是真不会唱。再见。那我拿个卷好了。三个卷。哦，那我拿个卷。手袋吧。不用手袋。15:42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今天的午饭，大家都在吃。现在在牛肉水果市场，本来应该可以待到1点左右，这样我们可以把饭叫到水果市场。像我们后面换了顺序嘛，所以就来这边了，也不知道在哪儿。我们今天的行程大概会排到几点？专业看很晚吧，7-8点。7-8点是场地，大概看一遍，有一些场地应该都没做完，有些场地要9点。国际不是了是吧？还有好了，你看吧，一会儿可能船上会是。来吧，你们上车吧，我们路上吃吧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
光鸡与马三点爬，光鸡米给恩，民俗修呆油，修呆油，油鸭的包粉鸭，眼包双得，讲到。